对，所以呢，京东美妆正品速达，不负你的美，海量高端大牌，安心和信赖，你想要的全都有。京东618活动期间，美妆大牌低至五折抢购哦。是的，那你小小一支口红，真的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你能用得完吗？怎么？当然用不完了，但是女生买口红不能只买自己的哦，一定要跟姐妹们一起分享。比如说出了一个新色，一定要买好几支，身边的朋友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，每个人送一个，就会拉近姐妹之间的距离，也会彼此让彼此的关系更加亲密。我明白了，要这么说，我相信王老师身边有很多姐妹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口红都有收到我的口红，对不对？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， 接下来我们的聚会依然 happy。我听到观众已经等不及了，没错，接下来上场的就是永远有热爱的小翠。